你走那么舒服，煮一煮要吃掉了是不是？我们要景点了，回去扛。他们只要带签证就好了。哦哦哦，搭飞机比较麻烦。对。你下了没有？我下了。你下了没？麋鹿已经下了。麋鹿啊！我操，麻烦人家死了。麋鹿。想弄你的锤了。 喂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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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叫我确定的。喂喽！怎么跟 Kiwi 差那么多了？没有。哦。
Thank you.